阿弥陀佛，大家早安，台湾的晚安，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一拜。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大慈弥勒菩萨摩诃萨，弥勒菩萨赞记：过去曾作智光仙，大慈三昧妙难宣，庄严南游海岸国，补处上生兜率天。心是圆明十方界，信修功德一时圆，几多内愿往生辈，会喜荣华受记仙。发愿文：弟子我等从今日始学习瑜伽师地论，为弟子等智慧浅薄，业障深重，恐未能契合真意，唯愿菩萨加倍智慧明利，于意无碍，发欢喜心，有始有终，功德圆满。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那我们现在，今天是第十三课哈。第十三课呢是要开始讲这个因果的建立。关于本课的话，缺课的同学哈，请补课，因为有很多后来的同学哈。那补课的地方就是在这个 OneDrive。那所有的录音、录影都是在 OneDrive 里头。那所有的讲义在 Google Drive 里头，所有的 PowerPoint 都是在 Google Drive。那今天的参考资料有白发五味事实跟一名概论。那注意事项的话，就是劝大家要。不光只是要听，而且大家要多提问。那疏漏或者悬疑的地方哈，也请各位来补充。那如果要引发私会的话，就需要这个详细的讨论。所以，请大家提问的话，我们就大家来讨论。好的，那顺便讲一下，就是这边如果上来了，如果没有要讲话的话，就 mute。我先把这个 mute 掉。那我们现在是在先看一下这个科判哈。那科判的话，我们现在是在因缘果建立。因缘果建立的话，这边有分。可以看得到，由相、由依处、由差别、由建立这里哈。那这个因缘果建立其实是戒建立的最后一颗。那刚开始的话就由相，刚才看了有四个哈。那我们这边由相的话是，先总标，然后再问答。问答的时候呢，有这个比法身，那比法德，那比法德下面又分两科，那就是内分力、内分力跟外分力。在比法尘，在比法瓣，瓣下面呢又分两科，就是工巧业处瓣跟有情安住瓣。
最后是笔法用，那笔法用也分两科，就是内分枝叶的差别跟外分枝叶的差别。这就是今天的内容。那下面下一次就讲这个由一处啊，所以这边可以看到由相、由一处、由差别、由建立四个。那我们今天讲第一课。好，那我们进入这课文哈。复次云何因缘果建立？那这个因缘果的话，就是后面会讲说有十因、四缘、五果，详细情形我们后面下一堂课就会讲到了。那这边就解释，他说为略有四种，就是由相故、由依处故、由差别故、由建立故。那这个相啊，就是讲因缘果表现在外头的相状啊。那这个依处呢，就是实因，哎呦，怎么搞的？实因。哦，这边怎么搞的？实因四缘哈，四缘，就是讲实因四缘的无果的一处。实因是一处，或者是它的根据，或者是它的这个基础。实因四缘无果，好，那它的一处。那后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下一堂课就可以看到了。那差别的话，其实只是标列出来实因、事缘、无果是哪一些。那建立的话，就是仔细讲了，就详细的说明这个实因、事缘、无果哈。那这边讲因等相，若由此为先，此为建立，此何故？彼法生，或得，或成，或伴，或用。说此为彼因。我们讲说因等相的话，就是因等，就讲说因缘果。所以这边就是由相，就是由外表的相貌、相状来建立。因缘果就是从外表来看，这个因缘果是什么意思？那为若有此为先，那这个就是为先的话，就是前面一定要有一个原因啊，因相。那什么是因相呢？后面稍微后面一点就会讲说。顺意意就是因意，那此为见意，就是缘意。缘意的话就是建立的意思。顺意就是说，因为有因，所以后面就会果。顺是随顺的意思，意就是真意的意思啊。那建立意就是说，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讲说这些就是它的缘啊。所以缘的话有帮助的意思，帮助它成立的意思，帮助它建立的意思啊。此为和合故，和合就是说要有因，要有缘。那才会有这个业，才会作业哈。所以因缘是同，跟这个作业是相同的意思。那生得成伴用，那这五个呢，就是其实就是果，因为前面有因有缘，又来作业了，所以后面会有这个生得成伴果，成伴用这五个。
那果的话就是承办意，就是果的意思，所以就是把深得承办里头的承办，这最主要这两个承办，把它拿出来叫承办意。好，那我们现在这个五个呢，我们就深得承，对，深得承办用，那这五个就仔细的讲哈，先是深。这个问答辩有五科嘛，就是深得承办用啊。先讲说笔法深，以谁为先，谁为建立，谁为和合，谁和合故，合法深耶？所以这边先讲深。那以谁为先呢？就是以智种子为先，这是回答，就是以智种子为先。下面都是回答这四个哈。智种子就是说，每一个法哈，它自己，它有它自己的种子。比如说豆子有它豆的种子，所以豆会生豆的种子会生豆啊。比如说这个就是智种子啊。那这个色法有色法的种子，心法有心法的种子啊。那这边就是集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因为这些种子哈，会存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所以智种子为先。那谁为建立？除了种子一以外，因为前面是种子嘛，所以种子一。除了种子以外，那其他的哈。其他的话，若有色，若无色一，这边应该贯下来，就是有色一跟无色一，哈，即业为建立。所以这边有因了，那这个谁为建立，就是讲缘的意思啊。那有色一，那有色一的话，就是讲说。五识的具有一啊，就是五识的具有一，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根啊，是它的所依。那无色依的话，就是意根了啊。那意根的话，就是等无间依。等无间依的话，因为这个等无间依是后面会讲到四缘的时候，就等无间缘。等无间缘在心法来讲，都会在每一个识眼耳鼻舌身意识里头都会有，所以这边讲说诸识就是六识哈，这等无间一，即业为建立，业的话就是说此即诸识的作业啊，那比如说，这个眼识会了别。那他就会眼见色是他的业啊，那耳闻声是他的业啊，就是他的作用啊，业通常就是他的作用或者作业和作用。那谁和合故？那住办所缘为和合故？就是说。住办的话，就是所有的心所了，未必具有相应的诸心所所有法。那这边的本来应该是把那个白发五味，哎，白发五味有，我今天有弄出来哈。那谁和故就是看一下。白发无畏的话，那我们可以看到，心所法的话，就是心所法就是与心相应，就是心所法。那这边就总共有51个遍行别境善根本烦恼随烦恼不定，总共有51个。那这张图表一定要
看得很熟，或者说能够把它背下来啊。再来所缘，所缘的话就是讲六尘的境界，就是所缘境啊。合法身的话就是随其所应，欲界、欲系、色系、无色系，还有不系，那诸法身，那欲系、色系、无色系，就是这讲说有漏的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嘛，哈，那这是有漏的。那不系的话，就是讲说无漏界。就断了烦恼以后，就叫做不系，系就是说被烦恼给绑着了，叫做系的意思。那诸法身的话，这边是讲说，为掩饰自性乃至意的自性，持有堕、非堕、色界，有堕的话就是堕到三界了。那非堕就是不系于三界了啊，所以这边有这样子的差别。好，那我们这边再我问个问题，请问可以不可以请你回到前面一点？谢谢。你的声音比较小，请大声一点。你声音还是很小，你看能不能够把你的书本拿开，是不是遮到麦克风了？你靠近麦克风一点。还是听不到。比较好一点，但是还是很小声。那我先问看看好了，就是你先问没关系。好，刚才所说的若无色一，你说诸事的话是指六事，那为什么不包括第七事跟第八事呢？还是也已经包括了？对，其实也应该包括，也应该包括，那这边的话是着重讲这个前五识跟第六意识，因为他们最主要他们造业的能力啊比较强。那尤其是但是那个第七识也应该包括在里头的。那第八识是没有造业的能力，它只能够收藏，它的业就是收藏种子。所以的话，这边偏重于五识跟第六识来讲的。你说的对，它是有包括在里头的，但是偏重于第前五识跟第六意识来讲的。了解的，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那我们这边的话是，第二个，这用我的是，我这边没有改过来啊，这边可能没有改过来，应该是比法德哈，比法德。那问以谁为先，谁为建立，谁何故得合法耶？那以谁为先的话，这边就是以这个种性为先，所以答声闻独觉哈、如来种性为先。那这个种性的话，就是以这个三乘的种性。所以卷二十一哈就在讲说，为助种性普摄揭罗，由种子法，由现有故。就是他在这一刹那的时候，他是有这三乘的种子的。他安住种性的普特伽罗，
若遇圣缘，圣缘的话就是在《二道资粮》里面就有讲说，这个圣缘就是说他如理作义啊，而且有这个听闻正法啊，那这个叫做圣缘。那便有堪任，便有势力，于其涅槃能够证得啊。所以呢，后面得的话就是得涅槃了。那在卷二的时候又有讲说，不波涅槃法者哈，便缺三种菩提种子，那就是声闻的菩提种子、独觉的菩提种子，还有如来的菩提种子啊。如果没有这个种性的话，没有这个种子的话，就没有办法这波涅槃。那谁为建立？那这个就是缘，就是内分力为建立。那这个内分力哈，下面还会仔细的解释。那基本上来讲，就是要有暇满的人生，要如理作义，然后勤修二道资粮。二道资粮就是世间的资粮跟出世间的资粮啊。世间道跟出世间道都要修，那谁和合故？和合故就是因缘的和合了，那就是外分力为和合故。那这个外分力下面也会讲，基本上就是外有两个，就是法，法的话就是要有教法、行法跟正法，就是信解行正，那个正就是正德啊。那第一个就是法，第二个就是要有人，人的话就是要有善知识在世，而且善知识呢正在教导。如果这个善知识不出来说法的话，那也就是没有这个这个缘啊，就没有办法得涅槃的。那德是德合法呢？那这个白发五味哈，先看一下这个白发五味，刚才这边已经弄出来了。白发五味的话，看到这个心不相应行法嘛，第一个德啊，德就是成就的意思啊，成就的意思。那在这边讲就是种子的成就啊，种子的成就。那当然，如果到后来的话，就是得到的，那就是自在成就哈。那这边讲说烦恼离系，正得涅槃。那这个离系啊，就是成就圣道的意思。那这个涅槃的话，就是在有余涅槃来讲的话，就是有余地来讲的话，就是苦集尽故，涅槃集尽。跟不损恼友情的极境，跟舍极境，那这边要背的话，要背起来的话，就是惑业苦，这个苦极境，烦恼极境，不损恼友情极境，就是说不损恼友情是他的业，他的业造的业呢都是不损恼友情的，所以要背的时候就是背这个惑业苦，然后再来就是。三个都是，不属于三个的话，就是舍，舍就是也不是烦恼极尽，也不是这个业极尽，也不是这个苦极尽，就是舍极尽。那这边就会再仔细的解释，仔细解释的话就是内分力。那内分力的话就是如理作义。那如理作义就是远离外道种种恶见，那由不增益非增益有，又不损减真实有啊。那这边就是用增益跟损减，就是没有增益，没有损减，就是不堕两边的意思。
那比如说这两边的话，还有不堕长边、不堕断边，还有不堕这个这苦行的这一边，不堕这个欲乐的行边啊，自苦行边跟这个欲乐行边，那这些都叫做如理作意啊。那如理作意的话，就是这个如理的思维啊，去思维。然后少欲知足，那少欲知足的话，少欲就是在后面卷23，可能23、24的地方啊，讲到少欲知足的时候，就是具足功德，不求他知啊。知足的话，就是讲说各种的知具，就是衣服、饮食、医药、卧具。不累求，不累希求，得以受用的时候呢，也不染不爱，这个叫做知足。所以有两个，未得的时候不希求，已得的时候不染着啊。那等言等取，养亦满啊，一养亦满，乃至于行善等，诸庄严法。那这个行善的话，就是与过去事不贪着，与不单着，那不过去的事情不单着，与未来事情不希求，与现在的法呢，就是能够观察自己的内心。那观察内心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身口意，没有这个错误的行为。然后呢，就是能够观察这四念住啊，这个就是庄严法。一养一满，养的话就是滋养生命了，满就是满足的意思。即得人生啊，这些的内分法。那这两个，所以内分力的话，会有多了两个如意、如理作意跟少欲知足，然后说等内分法，其实还有很多。那还有很多的话，这边就可以到那个二道资粮那边去看，就是也就卷21、22啊那边啊，即得人生，事实上这边是卷20跟21都有哈。那第一个就是生人的同分。那比如说有众生的同分，再分的话就分五趣有五趣的同分，人有人的同分，那这个畜生有畜生的同分，恶鬼有恶鬼的同分，天人有天人的同分。那这边是说得到人身了啊，所以得到丈夫身、男根成就，或者是得到女身啊，那这个呢叫做即得人身。那生于胜处，胜处的话就是生于中国，不生边地。那中跟边是互相对的。那这个中国的话有，这个中国的话就是有佛法的地方叫做中国啊。那这个佛法来讲的话，这个中国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佛陀当初这个成道的意思，成道的地方也叫中国。那还有后来。这个佛法传到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叫中国啊。于是处所，那贤圣智、正智、正行啊，诸善丈夫皆往游摄。那这个贤圣就是三贤十圣啊。那贤的话就是还在贤位，就是还几乎要得到圣道了。那圣的话就是阿罗汉以上或者是说那个出国以上，那智
政治呢？政治的话，就是说，修定有四禅的功夫以上，然后呢，再修其他的三昧，那个时候叫政治。正行的话，就是讲说，是依照，因为正行就是这个。正的意思就是圣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八圣道啊。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行。那诸善丈夫啊，皆往游色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哈，就叫做中国。那所以说有圣人、贤人，然后有这个修正的人，有修定的人啊，然后那边还有佛法的。那个后面会讲啊。那圣处就是基本上，得了人身以后是生在这个地方，还要诸根无缺，诸根无缺，这个诸根就是六根哈，最主要是一根，所以性不愚钝，亦不玩爱，又不阴哑，因为盲聋阴哑的话就没有办法听法了，那堪能解了善说，那这个。佛菩萨的善，或者是善知识，在讲这个善说、恶说啊，所有的法义的话都能够广说。那这些知解无减。那善说法的话，就是讲这些一切的善法修行的方法。那恶说的话，就是讲说这些恶法的这些过患啊，怎么样处理啊，这些都有，要能够。听听，而且能够解了啊，解了，这个时候叫做诸根无碍。然后无事业障，就是说于无间业哈，随一的业障，不自造作，也不教他造，因为一有五这个无间的话，那就是一个很重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没有办法修。因为他就会堕到无间地狱里头去，那就没有办法修行。那于其善处生生净性，就是于诸如来正等觉这里啊，所说的法，还有所说的律，所说法，毗那耶就是律的意思，毗那耶它的本意就是调伏的意思。调伏自己的心啊，那这样子哈，得到净信心，就是亲近如来的时候啊，或者亲近这个法，或者闻到这个法以后，可以得这个亲近净信的心。所以这边哈，就是讲了这个生圆满里头有一内的五个圆满。就是众同分圆满、处所圆满、依止圆满、无业障的圆满、无性解的圆满，这样子可以一个一个对起来哈。比如说得人生就是众同分圆满，那这个生在圣处的话就是处所圆满，那诸根无缺就是依止圆满，依止就是我们都是要靠他这个六根作为具有依，这样子才可以以根来发誓，以誓来解了外面的境界。那这个依止圆满就非常重要啊。还有呢，无业障圆满啊，无业障圆满就是没有很重的这些业，像无间业这样的。而且啊，在听佛法的时候啊，听到这个佛法的时候，会生信解。那不能够生信解的话，就是无信解的障那要有这样子无信解障的圆满，所以这五个。其实卷21也是有讲的，那边就讲说，云何自圆满？就是说善得人生，生于圣处，诸根无缺。那胜处尽信啊，然后再是离诸业障。那他这边有调过来，所以我这边用红字，红字的话就
把它调过来了。那再看外分力，那外分力者为诸佛心事宣说妙法，教法犹存，正法助正法者随顺而转，然后具悲性者亦为施主。那这是五个条件啊。那诸佛心事呢，就是说诸如来出现于世间，而且呢示现这个正德无上正等菩提，就是成佛了。那还要宣说妙法，宣说妙法来讲，简单的来讲就是宣说真实的苦集灭道，那还有其他的无量的教法。那为什么特别把这苦集灭道拿出来讲呢？这边苦集灭道啊，就是苦集就是世间的因果，灭道呢就是说出世间的因果啊。所以那世间的因果、出世间的因果可以包括一切的法，所以把苦集灭道列出来啊。那教法犹存，那教法犹存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佛哈世尊已经波涅槃了，但是呢，世俗正法犹住未灭，就像现在一样哈。那这个佛已经灭度了，但是呢，现在还是听到这个世俗正法，还有这个圣意正法，圣意正法也没有隐，也没有断。那现在正是这个，正好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所以教法犹存。那助正法者随顺而转，那这边就是讲说圣弟子众，圣弟子众就是佛的弟子，如其所证，那他们呢还是依照佛的教导然后来修行，而且能够证到这个证到这个初果、二果、三果、阿罗汉以上啊。那随转随顺，教授教戒，那有力有能，如是正法的众生，他们啊就是随着佛的这个法在修行，随着佛的教授教戒来修行的，他们有这个堪能性，能够证得如来的正法。那有这些众生还在世，他们在世的话，就是说他们可以说法，他们可以教导我们啊。还有具悲性者以为施主，那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啊，虽然有这个正法，有这个有佛弟子啊，有。可是要有这个正信的长者、居士、婆罗门等于彼行者，就是前面这个正法，助正法者随顺而转的这些的啊，起哀悯心，会施随顺敬命之具，所以这些施主呢就会布施，然后来支持这个正法，这个助正法的人。那换句话说，就是说有能够教导我们学习佛法的人，那有能够供养他们的这些人，或者是说有施主，就是在家人啊，能够跟着出家人一起学习的那这些。那卷二十就讲说，云何身圆满中一外有五，那就是大师圆满，就是佛就是大师了啊。那世俗正法施设的圆满啊，还有圣意的正法随顺而转啊。那然后呢，正行不灭的圆满，正行不灭就是这个啊，诸正法的随顺而转。所以在这边的话，宣说妙法的话，妙法的话就是讲世俗正法。那这边教法的话，它
犹存的话，其实这边再给分两个，所以在这边就是第二跟第三，跟第二跟第三稍微有点混了哈，有点混。如果对照的话，然后最后是随顺支句圆满，随顺支圆满啊，就是支句的圆满。也就是说，有这个在家众可以支持这个出家众的说法。卷21的话就讲说云何他圆满，那他圆满的话就是为诸佛出世说正法教，然后是法教久住，然后是法住水转，于他所哀悯，所以这边21的话就跟这边比较接近一点啊。所以内分力跟外分力加起来以后呢，这就是十圆满。十圆满的话，就是在那个很多的地方啊，都会讲到说，要能够修行的话，一定要具足八无暇，要具足这个十圆满才能够修行。好，那给我看一下，等一下啊，对，好，那再看尘，身得尘，现在讲尘，尘的话是问以谁为先，谁为建立，谁何故，何法尘耶？那这个以谁为先的话，就是说，一定要所知甚解，爱要为先。这个所知哈，就是，通常我们讲说是所知障嘛哈，烦恼障、所知障。那所知的话，就是说这一切法啊，一切法能为自己的对境的，都是所知哈。甚解的话，就是说与所知的法啊。自性差别决定人可，人可就是认可的意思，这个叫做圣解。认可了以后，别人再怎么说的话，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见解，那这个叫做圣解。那注意这边的话说自性差别，那在后面的话也有讲，这个是。是如是智的时候，就会讲说，还包括了文、义，然后呢，自性差别哈，就或者讲名义自性差别。那这边特别把自性跟差别跟讲出来。那从自性上面的话，就可以了解这个境所有性；从这个差别呢，就可以了解这个如所有性。这个就是圣解。那爱要的话为先，爱要就是与所知性、所知的自性差别，个别的色受自凭所许。那自凭所许就是说自宗，就是我们自己。那他宗的话就是外道了，那自凭就是说内道。那是佛法里头所讲到的所有的东西，所承许的东西，自凭所许，就这个意思。那谁为建立呢？就是由中阴玉，玉的话就是譬喻为建立。那这个中阴玉的话，就是。此显能成立法，由此差别。所谓立中变因隐喻，所以这边因喻中因喻的话，可以讲说是成立这自己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中就是主要的意识啊，这所建立起来的意识。
那这个变因就是由推理来成立这个所立的宗，或者是引一个譬喻来成立这个前面那个宗。在文所成立呢，就有说有八种能成立的法，那今于此中略为三，故作是说。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卷15的时候啊，他讲的成立法有八种，那前三种呢就是立宗、变因、隐喻，但是他后面啊省略掉了第四。第四的话就是说，隐喻之中啊，其实分为同类的喻，就同品喻跟异品的喻。那这个同就是跟前面这个宗啊是相似的，相似的，这就叫同类。如果跟前面宗法啊是不一样的，就叫异类。所以这个叫隐喻，那同品的喻的话，都应该有，都应该成立。异品的类的这个喻呢，都应该不成立啊。这个叫同品喻跟异品喻。那变因的话，那这边就是讲说，我们可以用限量来讲。就成立了前面的宗，或者用比量、用推理的，那或者是用正较量，正较量啊。那在因明里头哈，因为通常是跟外道来辩论的，所以通常只用到限量跟比量啊，那没有用到正较量，因为正较量是佛陀的教导，那外道他不承认佛陀的教导。所以我们在跟外道辩的时候啊，就不会引出来这个佛陀的教导。那谁和合故？和合故哈、啊，就是说这些哈啊，有这个外面的人哈、啊，他是不相为的众，或者是有这个善抗论者。啊，那这两种人为合故啊？那不相为众呢？就是说，于立论的时候啊，现前的众会若无立直啊，非不贤正，非不善巧啊，是名不相为众。所以在下面哈、啊，听的人在跟他辩论的人，他是应该是这个啊。不是偏执的，如果说特别执着、特别偏袒他自己一边的啊，他不是很公正的，那这些人你跟他辩论的时候啊，那也辩论没有结果啊，所以要具足这三个条件，就是说无弊直、不贤正啊，具有这个善巧，那这样子才叫做这个不相为众啊。还有一种人呢，就是说善抗论者，善抗论者就是比敌论者哈、啊，就是在跟对方辩论的时候哈、啊，若具有辩才，善治他宗，所以自己的主张或他宗的主张哈、啊，都能够很熟悉啊。善能够是有这个善巧方便，能够说得出来，而且勇猛无畏，那这个叫做善抗论者，那这个也还是在卷15的地方讲的哈。那这个两个呢，这两个众为合故，就是说他们呢能够是这个成立这个宗音喻啊。成立这个宗的这些的因缘，所以这个因缘这个因缘啊，然后后面下面是果。那合法成耶？这个成的话就是啊，所立的成一，所立的义就成了。所立的义就是说这个宗法就成了。
成立自方所宗之义，那这个就是所立义成。那在《一名概论》里头哈，我们是可以稍微讲一下，我看一下时间，应该是还有时间，我们来讲一下好了，看一下，看有没有拿出来，是 PowerPoint。不是这个，不是，对不起。那所以在这里哈，那这里《一名概论》这边哈，其实它只有三张图。那以前的时候，在这个课的时候，我们有稍微介绍了，我们花了一点时间介绍。那个，我想那个。原来的课有在听的哈，知道。那这个就是这一张的图，这张的图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中音域的话，那比如说中的话，就是生世无常，所作性物，如平等者，非如虚空。啊，那就是这一句话，我们用这句话做例子哈。那中呢，就是所立的。那比如说生无常者是立中，生是无常啊，生是无常，这就是中，就是我方的主张。那因的话就是推理，由推理的关系就可以成立生是无常。所以呢，就是。他就讲说所作性故，所作性就是说因为这个生是需要由造作而来的啊，比如说要这个撞击或者说这个拍手或者是唱歌才会有声音的啊，有所作性。那这个是中法言，那也就是因啊，就是这个就是能成立的。因为有所作的关系才会有这个声音，所以这个就是成立它。那陈那论师啊，这个就是他的正义，就是所立的跟能力的，所立的就是中，能力的就是因，这是陈那的意思。那这个中哈，我们再分析一下，说生是无常。那中其实分为两种，一个叫集成有法，一个叫做集成能别。集成有法就是前程的意思，就是前面要有一个基础摆在前面，这个基础啊，那后面的话就是后程。那后程的话就是说我们能够成立这个生是无常，那前程的话就是前面一定要有生，还有这个无常，那双方都要同意说生是什么意思，无常是什么意思，啊，所以这个叫做共许的中医啊，就是说他方对方来讲，他讲的声音。那我们也讲说这声音两个讲的是同样的事情。我们讲说无常的时候就是说有生灭的法。那他们也是讲说这个无常的意思呢就是有生灭的法。他们也是这样子讲的。所以是共许的，大家共同承许的。那这样子做一个基础，那我们这样子才能够辩论啊。这个叫集成有法，比如说生是集成有法，跟无常也是集成有法，但是我中的中体呢，我中的中体就是把这个贯穿起来，讲说生是无常这一整句。那生是无常哈，那这个就是说，可能外道来讲，他会认为说生是无常的。
但是我们是讲说，外道是讲说有常的，我们是讲说无常的，所以这个叫做能别，那也就是后成，就根据前面的共同基础，那我们现在来辩论，那我们把我们的主张啊给列出来，就是跟外道是不一样的主张啊，好，那这个就是中的意思。那中哈其实有包括了意跟言这两个啊，意跟言就是说这个句法句子，还有它后面代表的意思啊，这个言跟意。那真正能够立的哈，是所说的意啊，叫做所立啊。然后欲呢就是。能力，这个因，这个言跟喻，所以呢，在这边就是另外一种说法。那我们通常都是用陈那的正说哈。那在讲这个喻，这个喻的话，就是有同品喻跟这个异品喻啊。那同品喻呢，就是说，若是所作的话，啊，若是所作就是。生是无常，如果是所作的话，那这样子就可以看到无常了。那跟他相同的例子呢，就是说贫也是所作的，所以贫也是无常的。那跟生是无常呢，是一样的意思，所以用贫也是无常的来表示说生也是无常的。那异品喻就是说跟它不一样的，若是其常啊，见非所作。假如说是这边讲无常，异品的话就是常；这边讲所作，那异品的话就是非所作啊。所以见到常了，见到是非所作的，就好像是看到了虚空。那虚空就跟这个身哈。是不一样的，所以叫做离啊，叫离远离言论啊，远离言就是异品的异啊，所以上面是同品的言，那这边就是远离的言，所以哈，就有一个讲说因三相，那因有三相，所以说。要生是无常，世所作性这一句话要成立的话，哈，那一定要有这三个条件。就第一个就是便是中法性，便是中法性啊，就是说生是无常，所作性故，那所以有所作性的都是无常，这是便是中法性。那然后呢？同品定有性，如果举一个例子来，举一个譬喻来讲的话，凡是所做的话，那都是有的，都是有这个无常的性质。那异品的话，就是说，凡是常的，还有非所做的，像虚空一样，那这样子啊，都是没有这个无常的性，也没有所作的性。那这个就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中阴喻啊。那详细的情形的话，比如说前面详细的话，可以这边前面还有2张 slide，就是先要了解说什么是能力，什么是能破，什么是这个相似的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相似的，一个是能力，一个能破。然后还有限量跟比量，什么是真实的限量比量？什么叫做相似的限量比量啊？那这个就我们就不仔细介绍了。好，那对于外道来讲的话，它总共会有33种过。那在中阴喻，那中的话可能会有9个过错啊。那这边的话会详细讲，基本上来讲是相违不即成。那14过的话，就是有不成、不定、相违。那
在这个玉的话，就十个过，十个过就是同品玉有五个过，一品玉有五个过，那总共是33个过。那这边的话，哈，详细的情形我们可以有机会的时候还会再讲啊。那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再看一下，那这边就是讲过去了，那我们再看下面一边。那我们再看这个半哈半，问以谁为先，谁为建立，谁和何故，何法半也？那以谁为先的话，就是回答说，工巧智为先。这个办的话是，特别是讲说在一件事情上面，所以这边讲工巧智为先。工巧智的话就是工业的妙智，这个妙智并不一定是讲这个智慧的意思，就是说它有善巧方便的意思。谁为建立？就是工业的益处。那在卷15的时候就有讲说有12种，四名工巧业处。那边就讲说何等12工业处？那这边就讲着银龙的工业、商贾的工业、市王的工业。书算、记度、数印的工业，占相的工业，咒术的工业，营造的工业，那前面这些啊都是很好了解的。那什么是生成工业呢？生成工业就是，圈养六畜，就是养这个猪、羊、牛、马这些的事业。那房协的工业哈，那原文哈可能应该是房纳的意思。如果是房纳的意思的话，就是纺织的意思。那纺织啊，就是纺织啊、编织啊，或者是缝纫啊这种工业，那也就是做衣服的这些工业啊。那和合的工业就是调解纠纷的啦。诉讼的啦，争讼的这些。那成熟的工业就是饮食的业，因为这个，吃的东西都是要烹调的，要煮的所以叫做成熟工业。好，那谁和何故？那就是工巧业处。重句为何故？那这边重句的话，就是说你要这个承办这个工业这种工业的话，一定要有很多的工具所以这边就讲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就是这个意思，一定要有一些方便的这个工具才行。那合法办耶，就是工业、工巧业处办那工巧业处办就是承办的意思，就是这些所有的工业，这12种工业，任何一种是承办的就是完成了、做好了，那叫做承办。好，那这边你注意这个科判，这边科判的话是依法变，依法变，依法变。那现在呢，就是依这个有情安住来变。那所以就问题就没有再问了。那我但是我把它列出来还是把它列出来。那以谁为先呢？如果以有情安住变来讲，就是父爱为先。
这个爱为先，就是一切的一生的普特伽罗哈，他因为他没有厌离对治这个喜爱，也就是欲贪的意思，没有对治这个欲贪。那这个，因为这个是因的意思哈，就是因为有爱的关系。那谁为建立呢？就由十住者一子为建立。由十住者一子的话，就是说三界的友情，依十而安住的。要依眼等六处六世生转，是名一子为建立啊。但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啊，一定要有六根啊，然后六世，还有这个六世，他这个身体要转，就是说，纵然是要吃东西的话，也都是要靠这些东西的啊。那谁和合故？就是以四时啊为和合故。这个四时啊，我们前面上次已经很仔细的介绍过了。简单的来讲的话，就是断食、促食、意识食、四时。那应该随应色意，长养诸根大种。所以那个食，前面有定义说，什么叫做食呢？就是说能够长养诸根，啊，诸根就是六根了哈，或者讲五根哈。那大种，因为讲色法嘛，大种啊，就地水火风的种子啊，这些就四时。在欲界的话，就只有断食啊。那其他界的话，四时都可能有的哈。那个详细的情形啊，我们就是那有一张表，我们那张表，其实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嗯，刘伟平，请你把那个 video 给关掉哈。你可能是一不小心触到了，可以吗？知道说在什么地方关吗？刘美平师姐，对不起，那我来把它关掉好了。哦，我关，可以吗？这个灯关掉了吗？哦，关掉了。好的，谢谢。好的，那这边，所以四时为和合故哈。那这边哈，四时那个上一次的也有发这个讲义。那这个四时的话，就可以看到，这边都是可以长养力气啊、喜乐啊这样子。那其实在这边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断食能够摄意识啊，摄意识，然后触也能够摄意摄受喜乐，然后这边也是摄意诸事，看到没有？好，那这边意识时呢，也是意识为欲证的可爱境界相故，欲证方便啊，染不染这个希望。喜根哈，那这边也是长养诸根大种，也是摄益于世。好，那在这边的时候呢，就讲说，由于前三种食哈，来摄益其事，由体增盛啊。那所以这边这张图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是四时嘛哈，那合法半夜，那这样子哈，受身的友情就安住充伴，因为这个四时的关系嘛哈。那
那这个受身的有情啊，其实可以分两种，就是已经受身的有情跟当受身的有情，由这两种有情来看这个安住跟充办的意思。这个有情的话，当然就是三界的有情了，那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他们在受身的时候有差别，所以呢，安住呢也有差别的。那安住的意思呢，就是说，在三界当中，若已经受身了，那前面是已受身嘛，已经受身的有情，随其所应，是执名色，是名安住。好，那这边是要稍微要转一个弯哈，就是说，因为事实的关系，它可以因随应增益。增益这个事啊，增益长养，增益两个，一个长养增益事，增益第二个就是长养诸根大种啊，所以呢，事呢就能够值这个名色，名色就是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诸根大种。那昨天前天的时候，那个梁华有问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名色里头。色名色的名的话是色受想行识，也有识啊哈。那这个识里头也是识啊，那这里头有什么差别？有什么差别？那识缘名色的时候，在那个缘起的时候哈，识缘名色，第一个识的话哈，基本是讲说是阿赖耶识。入胎的时候是阿赖耶识，但是在胎儿里头的时候，它就长了，就那个生长，就净色根这个浮尘根都增长了，增长了以后，它就能够有这个六处，有这个前六识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可以知道这个识它一直在转，就是从阿赖耶识转成为六识。那四缘名色，那个时候名色就长出来了。那个名色跟这个六入的话，那也是有差别的。那名色最主要是讲说，前面正在成长的时候那个名色，虽然后来的时候名色跟这个识，它是一起在成长的。那在一起成长的当中，在这边来讲，就是一定要靠这个事实才给长，所以这个叫做安住，这是从这个已受身的有情来讲的。那充办呢，就是讲说，当受身的有情啊，这边分了两种的有情嘛，当受身的有情。是为爱润，能取能满，当来内生是名充办。这个是到后来的时候要看十二缘起那边的话，就是说到后来的时候，那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那要有爱的滋润以后，然后就能取。能满就是能取得一个生命体，就是一手体，而且能够在那一生中能够满他的业啊，他造的业呢就会受报，所以当来的内生这个叫做充办，所以这边安住是以受身的有情来说的，充办呢就是说当受身的有情来说的。好，那这个就是有情安住承办的意思。然后再看用用就是说问以谁为先，谁为建立，谁何故，何法用也？那以谁为先的话，就是以智种子为先。那这边跟前面那个最前面的那个是一样的，都是以智种子为先。
那自种子就是诸法哈，那这个有体啊，这有体的诸法，这样子才有作用，作用的差别啊，众多非一，由是种子为先。那所以这个，色受想行识也有色受想行识的种子啊，那地水火风也有地水火风的种子啊，那各式各样的种子。那这个，眼耳鼻舌身意，那这些也都是他自己的种子啊。自种子，他自种子的话有自己的作用啊，因为作用的不同，所以有不同的种子。那谁为建立呢？就是如此身为建立，身为建立就是身得承办用嘛，哈，就是最先的时候一定要有身哈。那身的话，就是说种子生的时候作用的方便，作用方显出来，由是说此身为建立，即此即自种，知离自种，别无法生，故自此言哈。因为此身的话，就是说不是他身，不是别身。就自种子，它只是有自己种子的这个法会生出来，不会说有其他的法生的啊。所以离开了自种子的话，没有其他的法，它只能够生自己这个法啊。就是豆的种子只能够生豆啊，它不能够生这个瓜哈。瓜的种子只能够生瓜啊，不能生豆。这个叫做如此身为建立，那谁何故呢？就是说，即此身缘为何故？那身有身的缘呐、啊，那身住意灭，它有都有不同的缘啊，那就是身缘。又自种子，要带余缘啊，就阳光啊、水啊这个。肥料啊，这些哈、啊，那才能够有这个果来生的，那方能得生。那合法用也就是用的话，就是自业诸法有作用可知。那这个自业诸法作用，下面还会仔细的解释。那这边简单的解释就是讲说，诸法的作用个别即决定的，就是靠着。不同的种子有不同的作用，是名自业诸法的作用。那其中呢有无量的差别，随类应知。那不同的种类呢就有不同的作用哈。好，那这边再解释说，什么叫做自业的作用呢？自法的作用别于他法。就是跟其他的法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边在讲种子，所以不同的种子会产生不同的作用。那这边就变，他说内分自业，他这边就分内分自业跟外分自业啊。内分自业就是说为眼以见为业。那耳就以这个听啊，耳以闻这为业啊，那这个眼耳鼻子以嗅香为业啊，那这样子，如是于根哈，各自业用因知，那其他的根也是六根里头，这先讲的眼根，那其他的根也都是一样的，那眼根以见。见色为业用啊，那就是这个意思。那于根各自的业用，就是耳朵以闻声为业，鼻以嗅香为业，舌以尝味为业，身以触境为业，意以知法为业啊。那什么是外分的自业差别呢？就是。
地哈能够持，水能够滥，火能够烧，风能够燥，如是等类，这就是用四大种，地、水、火、风来分别来说的。地能够持啊，地大能够持啊，持就是直持的意思。其地面的众生啊，才能够站在地上面。那它能够直持万物，万物都在地面上做一个基础，才能够生长，才能够安住啊。那这都是直持的意思。再来水能滥，水能滥就是泡水的东西，那最后到后头泡烂掉哈。水能够使物质哈溃烂掉，烂坏掉。那火能够烧，火能够燃烧，就焚烧就可以把那个东西给烧成灰呀、啊，比如说这样子。风能燥。就风可以使人的身体啊，或者物质啊，哈，那这也可以干燥。如果要能够干燥的话，就要吹一下风。比如说洗一个头发的时候，要用吹风机吹一吹才能够干燥啊。像这些的种类，那这些呢，就是外分的枝叶的差别。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留了7分钟哈，然后给大家问问题。那有没有问题啊？我看一下啊。美珍上来有这个问题吗？啊，那个好，慧娟你先问。哎，李慧啊，李慧问，是谁在问？啊，我问一下哈，这可能不在这个题目里面，只是想好奇一下。刚刚您讲到那个阴灵里面有个同品片跟异品片，在我们这个本地分里面，在什么地方用到这个同品片、异品片这个阴灵的部分？这是在15卷的时候有讲到吧？但是他是讲的非常简单的，对，他有讲，对，他只是提示说你要建立法呢，要有中阴玉，那这个玉呢，刚刚您也介绍，就是说它要有同品片、异品片。那我对。只是想知道，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本地分50卷里面，在哪一卷呢，用到同品片跟异品片？因为在中观里面，这个是很平常的，一定要 follow 这个东西才可以建立法嘛，这个是可以了解的。可是我们瑜伽师地论里面，在哪一章节呢，也是用到这样的方式来建立它的理论呢？谢谢。这边哈，可能在第六卷、第七卷里头哈有很多，但是的时候哈，因为第六卷、第七卷我们下面会讲到。本来我在想说，是不是要那边算是比较难，就是说也有很多辨析的，就是因为要跟外道辩嘛，哈，要怎么，要说他们的那个见解有什么不对，那个时候呢，就会用到这个阴明的道理，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特别说这个中阴玉。所以我一直在犹豫，说我要不要讲第六卷或第七卷。那比如说，如果要讲第六卷、第七卷的话，那这一章哈，这个要非常熟才行。所以外道一讲出来一个主张，我马上就能够用中阴喻来分析。然后，而且的话，比如说同频喻、异频喻就不成或者不浅。那所以啊，我是觉得那个在瑜伽师地论里头，好像一直都没有，很明显的直接讲中阴喻。那自己可能要分析一下，
那比如说像，那我举出来的那个例子的话，就是说在讲中阴郁的时候哈，是外边你看，在讲沉嘛，在沉的时候，在讲这边的时候，比如说这边都是卷十五里头也举出来的，卷十五举出来的，但是他讲的不多，不多。那你可以再找找看。我也可以再找找看，因为反正下面马上就要讲到那个第六卷、第七卷了。谢谢他是有讲那个，因为只有这个不如理作意的14个还16个的这个不如理作意的这一十部六分，个，对。对，他有提到和外道之间的那个彼此的差异，但是好像感觉上他没有强力的尖锐的提到同品欲和异品欲同品片和异品片的这一方面的，好像这方面的对深的，处。对的，我就在有一点些，好奇，谢谢。那我等一下玩的时候，我把这个，因为这一张这个 PowerPoint 还要稍微修改一下嘛，哈，那所以我再送出去那个叫什么？看一下啊，我再把这个，这个因民入政理论。啊，就是因民入政理论的这边哈，因民入政理论直解，我把这个讲义送出去。那看了这个讲义的话啊，尤其是前面那一段，如果你要初步的了解一下，看前面那一段就可以了。那后面的话就讲33过那个地方是会非常的有的地方是比较简单，有的地方是蛮难的。那所以他那边有这个，因为在这边的时候有相为不集成，那这边有不同的难度，就是说在某些地方的，比如说同频转、异频转，通常这些会比较难的。你要能够先辨别什么是同频，什么是异频。然后举出例子来，举出例子来，然后再讲这个中阴郁的时候，还要把这没有这种过错。那换句话说，对这一张图要非常的熟悉，然后看到一句话，你能够马上能够分辨出来哪个是中，哪个是阴，哪个是郁。但是我们通常的不会讲的这么完全的。不会讲的这么完全，是身是无常，所作性故如平等，非如虚空。那个时候我在讲这个课的时候，所以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讲到第六卷或第七卷的时候，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说，他在这讲中阴郁的时候，他可能省掉郁了，他可能是省掉阴了。他可能有的时候省掉中，直接讲阴郁了，那你都要把他这个缺少的那一部分给找出来，然后排列成为像这种的形式，然后你才好分析，所以那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丁师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个在《瑜伽师地论》卷十五啊，在差不多第565页左右那附你是近讲啊，红本的呀？红本，对，那附近有讲的一些这个就是音译，就是在这附对近，对对。对，那我记得这里面有很多，就是跟外道辩论的时候，是同品喻跟异品喻，就是同品就是拿同类相比较，异品就是拿相对完全不一样的来比较。那我是不是很记得非常清楚，在哪一段？不过就是在565页左右。就在卷15里面。对的，那这个理慧师姐就是讲说，在这边讲的不多了，
没有讲很仔细了。哦，好好。所以在那个因缘入证理论那个子解的话，因为子解是偶益大师写的，那个是非常简单的。简单的话就是说你人比较能够先抓住一些重点，然后再到里头的时候，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看，比如说我可以把这个稍微 拿出来看一下，那这个我都已经经过我在标点了，经过我在标点，所以的话算是比较好读的啊。那通常呢，只有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大概读到第四页的话，啊，那这边你看这个集成法、有法、能别这些，那这些都是我在这边整理的。比如说因的三相，这些都是我是把这些都把它已经摆到那张图里头了。那什么叫做同品，什么叫异品的话，那在这边的话你就要读。那然后呢再讲说这个这边基本的解释，你就要同法跟异法是什么意思。讲了以后哈，到差不多这边是第几页，我看一下，第三页，对，到第四页的时候，这边就你看就已经讲差不多，已经懂得差不多了。然后呢再讲到这边都已经是讲这边了，你看这边已经讲说九过，从第五页开始讲九过了嘛。九过的话就是在这边，你看到没有，因中有九过。好，从第四页开始，那个就是开始这里头呢就是有难的，有简单的，有难的。那这边总共其实它总共才几页，才14页嘛，你看到第四页的时候就已经了解的蛮多的了。那边全部都背起来的话呢，下面就可以看下去了。那这边是我稍微整理了一下，那有的 highlight 了起来，所以这张讲义可以发给大家。如果对英明有兴趣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入门啊，入门。好，谢谢丁师兄。李慧师姐，我是不记得在卷十五的时候您有没有来上课，不过就是想告诉你一下，这个是在卷十五左右好像有一些解释。好，非常好，非常非常谢谢。然后很快再问一个问题哈，刚刚是那个丁师兄您说那个是成纳论师，那您现在用的这个音名是成纳的极量，还是那个法尊法师的那个适量论，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呢？极量论我并没有在用哎。哦，那你但是只是读过去一点点。好，那你要知道那个，你应该以极量论为主，因为适量论是解释极量论的。对对对，因为刚刚您听到那个成纳论师嘛，那他写的是极量，那他弟子法尊论师是解释他那个极量，所以用了一个适量。那因为这两个都很难，所以我都不太清楚哪一个是。解释的更广大一点，更浅显一点，还是怎么？不过您提到极量，所以我问了一下。这第一个，第二个很快很快。刚刚您说那个所作性故哈，那个所作这个好像是因名的名词，那也很容易理解。那我们那个前五世的时候呢，我们在前五世它转世成智的时候，叫做所成所作智。那个所作跟这个所作的意思是一样吗？也差不多。只要他是照做的，只要他是照做，他叫所做嘛。对对对，是、哦、是照做的意思，对。好的，谢谢谢谢。呀，那还有其他的问题吗？那个刚才看见谁？乃芬师姐可以吗？哦，你们讲的都很好啊，我没有时候应该是尤其对这个中音域啊
OK， 那 Steve 还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差，哎，懂一点就好了。阿弥陀佛。呀，对的，你这样的态度是对的，就是说基本的你了解一下就好了。那然后如果要深入的话，你有一个基础；那不深入的话，人家讲的时候你基本也可以了解，那这样就好了。那暂时先这样子就可以了。那个这边还有谁？Nanette，你听得怎么样？简师姐，你没有？对不起，我刚刚 mute 了。啊，OK。哎呀，还好，就是还在 follow，呀。OK，那简师姐怎么样？这个中英语这个字实在是太难了，不过就是要慢慢，就是慢慢听，慢慢学这样子。阿弥陀佛。那基本上这一张图哈，你先了解，如果有兴趣的话，刚才那个藕益大师的要解哈，藕益大师的那个一名入正理论要解的前四章子读过去，读过去的话就可以知道跟这一个图配合一下，那就已经有可以有一个基础了。那以后碰到中阴郁的时候就不会怕了，这样子。那这边最主要一个就是要背的就是这个阴三相了，那这边的观念要知道，要知道一下。好的，那希望说我们还会有机会碰到了，碰到的时候还会再稍微讲一下。那这个讲义已经发出去了嘛？哈，这个 PowerPoint 已经发出去了，那我再把那个一名入正理论的讲义给发出去哈。那 Steve 有没有问题？哦，这个因为我上过阴明学，阴类学，所以这个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好的。那美珍呢？我第一次听，我觉得，有兴趣再读读看，因为完全都不了解。哦，这样子，好的。对。那还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杨雪琴师姐呢？觉得怎么样？就是看听其他的就是师兄姐在发文，但不单是指现在这个中英语这个部分哈，那其他的部分，因为自己也是不是很等于说是比较了解比较粗，但是后有其他的师兄姐发问哈，那就是。从那边也可以学习到，那自己，因为没有很深入，所以我也不太能够问得出问题。但是就是跟着大家一起学习哈，就觉得一切四谛论是包含非常多的这样子，哎，好，以上，谢谢，好的，谢谢，谢谢。阿弥陀佛。那还如果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了哈。看一下，那我们先忏悔哈。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欲之所生。今对佛前求忏悔，回向，愿此学习因缘成就，闻思修三会见真微妙，解脱尘劳，得无生忍，发大悲心，弘扬圣教，饶益有情。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愿意持功德回向新冠病毒的这些众生，新冠疫情早灭除，现存病者即康复，全国经济得苏醒，闻法念佛生净土，同时也将这个功德回向给那个严方科师兄，他现在还住在病房里头，希望大家也回向给他。阿弥陀佛。那下个礼拜这个课完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个10:15的时候，那么会讲那个讲一下那个 PowerPoint 的制作。那只是我平常在制作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是用的哪一些方法介绍给大家，那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同时呢，为了台湾的这个台湾的这些师兄姐们，那在礼拜一晚上这个7:30的课，就是在台湾的话就是8:30的课，早上8:30的课的话，我看晚上，对，早上8:30的课，礼拜二早上8:30的课的话，完的时候就是10:00。那在这边所以应该会延到这个，因为三杂人的课通常都会讲到2个钟头，所以礼拜一晚上的时候是在这边的话是9:30，那在台湾的话是礼拜二早上的10:30，那会再介绍一下 PowerPoint 的制作。那这不需要报名，就是说我们讲完课以后休息一下，然后就直接就开始了。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丁普居士。阿弥陀佛，谢谢丁师兄。阿弥陀佛。